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没订阅的朋友来帮忙订阅一下啊！今天这一集呢，我就要帮我一个好不拉的女弟跟女生单独约会一天，因为我在我认识他的时候呢，在看他的影片的时候呢，还是帮人家找女朋友那种东西之类的，都说他帮人家的，很少帮自己的。我身为一个好不拉的，我哪里可以看他这样子单身多年呢？等一下以后他全家福就是他的自拍照哦。OK， 现在我们不要讲多，我要去女弟家把打扮打扮一下，因为你们都知道啦，每次穿到那种普普通通这样干净呢，就跟他麻辣楼一样。OK， 所以我们要去他家 ，Let's go。Oh yeah， 现在我们来到新老板的家，哇，哎，哎，等你等很久啊，哎，现在很紧张啊，是吗？紧张啊，昨晚直接睡不着啊，我要迎接我的新娘。你今天帮我配对的女生是已经找到了吗？还是我已经找到了，我千辛万苦把那个你要的那种女生的条件啊，童颜巨乳，她童颜是有一点，巨乳是肯定有了，而且我今天跟她要求穿那种吊带的衣服。你看他脸，你看我故意还没有set头发，我就是要等你帮我set头发了，懂吗？然后帮你set头发啦，走啦，走啦，帮你set，走走。来来，帮我set头发。这个 spray 比较好用哎，这个。别玩。这个是的，肯定很帅的。看到吗？有set的头发，尤其是比较不一样。我看看你最帅就真的是今年这一次了。Yes, 我的新年，太好了。看啊，已经门口已经粘好好准备好了，在喜字看啊，这哇，双喜临门，粘好喜字了，这种有给极精心准备哦，哇 ，OK 啊，别讲我没有帮你，你有什么要求想要做那种十八禁的，我就不懂啊，你们自己私下讲啊，手牵手可以。你认真啊？很简单的要求啊，你问一下咯，如果不 OK 就算了咯。如果不 OK 的话有什么？喂我吃东西 OK 吗？喂我吃东西应该很简单吧，好吧 ？OK， 不用紧。身为一个 brother，、我可以帮到你就尽力帮到你啊。最重要的是你今天要开心就可以了。开心的话就不止这些要求了。那我们就另外讲了啦。现在我们就带着新郎官呢，就来吃点东西先。现在很紧张，要见他的新娘，很紧张啊、哦，现在。紧张，期待他长什么样？希望是我想象中那种很甜美的样子。哦，然后呢，那位新娘呢就已经到了，我自己都很紧张，我要看到他了，哇！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Hello， 宝贝。哇！那我今天呢，就是找了这位，就是所谓 Yugi 的新娘啦，她就是小阿妮啊。那你们看到会不会觉得水溜溜的？哇！我有演技，有演技啊。OK， 走，我们来进去啊。我帮我 Yugi 看到会怎样的。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 Yugi 啊。宝贝。见面礼。喂，哪里搞错？哎呦，你很帅的咯，不是不是，我真的，我蹦，我这一餐我蹦吃得消。今天有一个美女陪你们吃饭，感觉怎么样？现在我两边都硬了，现在。因为我觉得跟平时的美女不一样，你们美女见多了，但是一个美男子你们见过吗？我第一次见了，本人我都记得。来来来来，甜点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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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喜欢吃什么？我想吃你，他要吃我。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，跟真人看到真的是不一样，很帅。来来来，点食物点食物，饿了是不是？一个是肉燥，一个是黄金抄手。我不吃肉，你不吃肉了，吃那你吃什么？生菜。啊，类似的也是可以。不要忘记带香肠出来。除了猪肉，对啊，不是，我要去冷静一下了。一勺。没有这样快，没有这样快。其实刚刚呢 ，Yugi 有跟我讲说，他想要提出两个要求。很久没有试过被女生喂的感觉了，只要可以被喂一次，要几样东西？可以啊。对，不然你想要那些要求？喂我吃东西应该很简单吧，好吧？没有了，我一定买要求到我们那种 steady 啊。男生如果看到一个女生手会抖啊，证明那是什么？那是恋爱就开始了。他已经心动了，心动到我突然想要跑掉。跑去哪里？跑去房间。对，我跑去厕所。哇，喜欢厕所啊！我也喜欢厕所。
我是要笑嘞还是怎样？哎，刚刚还是坐在我前面。OK， 吃钱吃钱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前面有低速哦，还有消毒药水，我烟弹所以不给坐。那、啊、所以给他们两个要回家。没有，刚看你很点醉嘞。等下我们就要带他们去给他们拍拖走走接一下，牵牵手一下啦。真难得 Yuki 可以拍拖，是不是？我们希望 Yuki 可以脱单啊、哦。你要好好扶着他，等下跌倒我会穿高跟鞋。要那个弹肯定这样。哦。嘟嘟嘟嘟嘟。很幸福哦，看你。哇，我眼泪，我眼泪要流了。我老了，他们真是全程手牵着手，求天长地久，此生曾经拥有。不过这个应该可以陪到你天长地久啊。没有没有，我们看一下这个。下次再看。做你们两个，你们可以不要吵架吗？你们吵架，我很想笑哎。这样吧，进去吧。一点，就是干啊，所以我叫我老公帮我安排一个。他有熊猫。哈哈哈姐姐讲他有熊猫。我洗脸霜，洗脸霜。你用洗脸的这个脸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真的，我肚子真的很痛。现在小韩，我真的讲不出啊。小韩，你坚持要去干鲤鱼，加油啊！做了老公了，喂喂，啊，好彩，那个你冇赖钱我，我唔系佢男朋友。啊，老公这个礼服我很喜欢的，因为我很少内衣的，所以我今天难得跟我老公穿。三个是49，便宜。哎呀，我也想买这个。改天了，改天。哎呀，又是改天，每次让我今天忘记带皮包。跟林总接一下自己们。看老公呢，我随后跟大队。不好意思啊，多亮多亮。哇哇，在一起还没有多久就要吵架了，现在两个。没有没有，这种性格的老公我喜欢，因为他靠不住我。Yes 啦。我终于摆脱这个小哈尼了。男人就是那种霸气感，怎么像你呢？这个不要，那个不要。没有没有，这个就摸错地方了。我忍住啊，老公你啊。太好了，我觉得今天就换成我帮林董配对了。觉得林董他的帅可以配两个女朋友。送啊！对，这是你原来不是。现在他们最后要拍拖了，因为。我真的再拍下去，我跟你讲 ，Yuki 没有幸福死，我都笑死了。我看到 Yuki 这样幸福的样子，我都觉得很满足啊。我真的有点难想象得到他们两个样子走在街上，很甜蜜哦。唉，经过了一段，我自己觉得很难熬的一个时间，这样我们来到他们最后的拍拖约会的一站了，最后幸福的时刻，哇！Yuki， 你愿意娶小哈尼作为您的妻子吗？愿意咯。小哈尼，你愿意让 Yuki 成为你的丈夫吗？如果他愿意，我就愿意。哇，来，你们来一拜天地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怕我们两个对错，我拍一下。天地，我是个天地啊！啊 ，OK 啦，我们今天就拍什么 Yuki 好吧？什么？你有什么感想？以后林董要帮我配对啊，我死都不做。怎么？这不是你想要的类型哎？不要，我是童颜巨乳。对啊，童颜巨乳没有错吗？小韩，你觉得这个，你觉得他的男朋友，你觉得这个 OK 吗 ？OK 啊，很体贴，很帅，还有第一次看到他有心动，我跳十分。十分的话，你会打几分？人格会打十分，但是在一些处理女朋友的时候，就会打两分。因为还不够主动，可能我还不是他理想中的对象，所以他还不会主动。两分吧，难怪没有女朋友了。没关系，我宁愿单身。不过讲真的，今天真的也是很感谢小哈尼来配合我来一起，讲真的，我们一起弄 UK。OK， 我们的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来了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不要去订阅、赞、分享，也不要忘记 follow 我的 IG， 还有 follow 那个
啊，要过班了。不要订阅了。起来说话了。